耶稣升天堂有十日耶，隔日按照耶稣复生初步度过时节，天天风就安太上大概天堂来到一点啥步度，过个就按照十马来到个各啥各啥人，个十马看到枪火一样，一点啥都两双地个生气，过了一点啥都轻功唔同样个话。几条啥唔对个？个时节就按到唔同国家来个人，初个不头，过个太日子。几条啥在耶稣的人，躺到个太上，个条耶稣的人就来看，看到俺奇怪，几等就讲，做咩里条人要请讲上帝做个上些，俺厉害，用个等个啥国家话？彼得都起起来，佮讲：“喂，耶稣的人，你等啥？爱躺下来哈？上帝派好耶稣来，不你等啥？佮做啊？论众人都做唔到，你等啥？也要看到诶？你等啥？还等伊去十四架书房呐？但系啊，上帝咪佮翻上起来。”爱等啥？也要看到了。个上帝本意安太一钱，即本意上帝计上去。今下你等啥看到隔堂多个啊？出系上帝个上去做出来个，耶稣本呢？今下你等啥爱滴？上帝灭耶稣做七界忘了。个耶稣的人堂多黑样，佮条啥都安后悔。几等啥都问，爱等啥爱用变装啊？彼得都讲，你等啥爱转头爱改变，加拿来亮色，黑样啊？上帝都被原谅你等啥吹，你等啥也被亮上帝的生气。这条人躺到彼得的背，都就按到人来亮色，就三千人。从今日起，基丁沙甲耶稣的学生安现强下祷告，强下示范，甲学耶稣的道理。